好，那下面是郭京飞老师上场。哇、哦！郭老师，郭老师，郭老师，我不会再在这个环节搞笑了，我受够了。既然是体育，我告诉你，我认为对这个节目负责，就是这个时候展示我最强的男性荷尔蒙。我没有看评委，我没有看评委。上来就碎碎念，叨叨叨的。哇！哦，郭京飞非常非常勇敢的挑战最高纪录6分。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自信吗？因为他疯了。因为他本身就叫郭京飞。我真的不会开玩笑，我知道，真的真的。其实是有人做到过的，那就是我。好。展示我最强的男性荷尔蒙，郭京飞来了。郭老师加油！哇！哎呦！给他机会，给他机会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郭京飞现在重新来挑战6分。他说他不搞笑，真的没有在搞笑，但真的好好笑。郭京飞颜值分还没打，竞技分是0分。何文娜你先打，没事。态度非常好，对，参赛度非常高，是，我给5分吧。5分。吴昕你呢？4分。哇，你跟我分数打得一模一样。真的假的？就是郭京飞脸上有一种太投入、太认真的表情啊，对冠军的渴望，是不是？男人专注不是很迷人吗？我妈这么说的。